台湾全国赛一百字，9月28号星期六，256二线走井，五线 Kelvin。六线是朱栋文，佢话边只波哥我呢个，哇呢、這个对手好快，五线，哎呀五线冇时间，五线冇时间 ，Kelvin 咬住个第三位啊，冇时间，全部转台冇时间啦，唔好意思啊，睇冇打出嚟。Kelvin 加油，第二啊，守住第二位，256同岁数嘅，原来头先 Ringo 应该系第一啦 ，Ringo 头先嗰组 ，Ringo 系1分10第一 ，Kelvin 追佢，哎呀两下手两下手两下手，哎呀，Kelvin 好快1分05秒44啊，朱栋文系1分14秒99。走正1分17秒75，哇，爭好少啊，爭好少啊，哇，追得好貼，1分05秒44 ，Kelvin， 好嘢。